前猜输了，会不会我就被神取笑了？我爱你的资格，眼光说自现实的画蛇，能不能就这样让我们还在一起睡着了？真的因为情的还不够是骗人的，真的忘了变成哑巴又破旧的，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生。最浪漫的一首歌，你眼神里那一种光泽，心里还是热热的。最亲爱的，心爱的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，因为你是我的，找到了。老不一样好不好？大哥，你连续三年都有来玩呢，今年是不是最开心？我年不来，我说实话，哎，其实蛮高哎，在下面看都不觉得高哦，在这边看超高哎，腿软。Hello， so we're here to count our bridge in Queenstown. Bye. He's off already. He's ready to go. How are you feeling about your bungee jump?I don't know. A little bit nervous? Not a little bit. Very good. That's normal. It's all good. We're going to smash it. Yeah? Okay. Okay. Like that. Nice deep breath. I count you down. You jump forward. Okay? No. You can do it. No. Jail. No. Yes. No. Five.他是被推的吗？他被推下去。OK 了，要开了，你完成了。Hey, say hi， 大哥 OK 了，耶！哇，真的没有时间让人家考虑的，我的妈！哦，谢坤达，鼓掌！太棒了！哇，我解脱了。我解脱了，哦，我可以骂脏话吗 ？I'm a fool， 哎，哦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赶快做，在干嘛？现在呢，你就是用这个管子，呼呼呼呼呼，把它吹上来，吹进去里面，就即可过关。好，你要不要带这个？需要吗？不用，不用，帮你解。它是可以什么都不用，因为它刚刚那个形象比这个还可怕。哎，哇，形象。比这个还可怕！哎哇，形象比这个还可怕！哎哇，哎，这个好厉害！这个过关机器不是吹牛，我真的很厉害啊！我跟你说，刚刚在上面一片好评，你在吹那个乒乓球的时候一下过，然后我之前那边试我过不了，然后他们也试超多次的。哎，重点是你刚刚说你整个楼层都跑遍，可是你真的还是蛮快的，很快。一起演的舞台剧《沙姆雷特》从8月21开始。那林嘉轩来干什么了？李嘉怡而已。李嘉怡，你有去看了这个戏吗？没有。
OK， 三九猴了吗？哎，三九猴，哎，阿你这个落水的话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头发掉下来，头发掉下来，踢罗枪，罗枪，罗枪，这个架子不好，哎呦，哇靠，差一点，快招了，哎哎哎，杖很好哦，强哎，杖很好，哎，杖很好，杖很好，一个了，还有这个，好险，这要这个，哎，失传已久的李罗车。 铁线拳啊，铁线拳对，远一点哦。他这是三级跳，失败，不能跳两下。你看 ，Hello， 阿宁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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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可以，好远，可以，可以，六百九，好远哦，假的，假的，目前最远的，快带我出去好不好？转那一边点的，我不要，你就扶着我走，完蛋啦，我也想要参加五周年。 你看，你刚差一格哎，对不对？大到差三格。哎，好，大家有看到哈？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透明的，这个是纸杯子。嗯。然后你呢，要放好之后，哎，就这么过关。好，好吧？但是要三次。三次。不要看我自己。对，来，观众也不用担心说没有画面看，因为黑队，我相信他们会考虑第三棒。来讨论一下你们要玩第三棒，因为你前面两棒都没有拿到星球。好，这边贴近的，好，这边贴近的，我不忍，我真的不忍。是，我们要上票。郭靖去跳，我压力更大。不用担心。哎，女人的韧性哦。 不是你所能想象的，来来来，一杯请，真的。所以郭靖真的要去赌一把。因为我不会玩游戏，他们如果很多黄色，我觉得你很棒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宪哥帮我说话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我们现在这个很弱势。对对对，但是呢是这样子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说话之前，来给小鬼一个特写。哎，什么？你现在这么尴尬，这么紧张，哭成这样。 他唇油擦怎么样？他还在颤抖，还在颤抖，因为我刚下去太烈了，已经太烈，好痛，对，所以我就擦一下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是有点受伤了，受伤，哎哎，你们看郭靖，他眼泪没有过，过关就不用跳了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你们真的要过关，你们真的要过关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80秒，刚刚有讲啦，好不好？跳的几率很低了，上，好，来 ，Go。 哎，郭靖很勇敢哎，你看，没关系，还有时间。哦，什么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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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三球而已哦。加油啊！几秒，几秒。
1分33秒。93秒。郭晶，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，郭晶。好像没有那么可怕，但还是蛮可怕的。走吧，这样我们有球吗？都没过，好像就没有球哎。您有女队员就这样，女队员这样下去，而且这边他们竟然过了一个，又拿到三球，几乎是雪上加霜。这边呢，这个锦上添花，但是郭靖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给他热情赞赏。我要打，我要打。